这是什么意思呀？我操了！他妈煞星就残血。 怎么这么恶心啊！这把玩的，但是他再被我 Q 他就死。哎，我他妈大意了。 我觉得他必死，受不了啦！我操，我他妈送了，我他妈气得我他妈开送了，有点气玩的。 游走于刀尖之上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他们活不长了。速战速决。 无处可藏。 Enemy double kill. 不是吧，满血死了。真的，这个人真的是没死过啊！我跟你说。 没有点燃，杀不了他。可以吗？你都没六级啊！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牺牲。 我这个没六级啊！
打点伤害呗！操他妈，能不能跟得上我啊？操你这让我怎么玩呀？ 该死了，守不上！妈，给两个，给寡妇打工还可以，给这个 AD 打工的话，就有点狗屎。来来来，还没闪。 但我没说，他闪现好了，没有机会了。别吃。 来来来，真有机会。 这样子 Q 我啊！我跟着。别急！ 尬呀！他们活不长。速战速决吧！ 被包了，你好像。
先冲个助攻，把这打了。我从不妥协。 为什么是台 F 啊？不要妨碍我，游走于刀尖之上。 真是可怜，他们活不长了。 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，还是给 Q 到了。 游走于刀尖之上。 Dominating. 操！
has destroyed a turret.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All allies have been slain.巧啊，四哥，我这刚想落后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装备不够好啊。他们活不长了。不可藏。我一个人就够了。躲。别他妈蹬了。这么强，只有傻瓜才会被你的team has destroyed the turret. Enemy triple kill.
那个畜生怎么没死呀？这龙好头疼啊！等吧。不知道你们打得过的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Killing spree。好贼啊，这个人也开了少啊。这么脆吗？石头游走于刀尖之上，不能上啊。还有点反应过来了，感觉我们搞会的没想清楚呀，别追了。小兵偷家是吧？速战速决吧！
级吗？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灵了他们。哎，难受啊。我应该 WR 的。活不长了。速战速决吧！极限。去你妈的，真恶心。900。没办法，我要发泄的呀，你要发泄情绪怎么办？好难受啊。